品牌代言而被绑在一起的王菀之、卢凯彤、黄耀明及侧田等人，3月8日再度一同现身。不过，众实力歌手并未在现场献上天籁嗓音，王菀之更因为之前现场舌音过小而引来无麦不能唱的批评声浪，而略显尴尬。幸有卢凯彤在身边解围。我不觉得这个是批评啊，对，而且我觉得麦克风，现在的麦克风都是很厉害的，你现场当然听不到我在说什么，但如果我对着这个大声叫的话就惨了。对对对， cameraman 就会吓到了。可是我一直觉得你唱歌是很有力气的，你完全，我完全每一次都听到他唱什么了，我完全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缺点。同时，王菀之也透露自己正忙于为舞台剧排练，而收录了自己在电视剧中献唱的许多歌曲的专辑也即将问世，目前正忙到不可开交。